所以已经讲完了，就会把那只跳掉了。我想说，他不是说了什么新角色？没有吧，没有把那只跳掉吧？是因为他本来就比较那个，就他本来就比较，你就觉得他比较影响。我其实有点不想主线了欸，不知道我真的也我有点不想打 PVP 了，因为我觉得 PVP 每次遇到对手都那个，所以有人又要追我啦！你不用 PVP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以失联了，今天可以觉醒了吗？Please，可以觉醒了吗？妹的，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不可以觉醒呢、啊？哦，我的智能觉醒一直不给我，你是要我怎么样？烦死！叶紫色了，可是我们不是有金色的吗？